陆柯然。出道这么多天以来，哪个瞬间最让你有我加入 The Night 的实感？好像是几号来着，我们去一起大家出的第一个通告，就是一起去拍加入了，有了实感。意思就是说我们去拍的时候都没有，看的时候就放空了，放空了。对，完全丝毫。那个时候我站在床下面就要起床。这个谁错掉了？陆柯然和谢霆锋啊。陆柯然应该蛮喜欢的。最终，俩人有了同款表情自拍。